为什么玉言姐姐你对我话这么少啊？啊？我对你还话少吗？很少，因为你常常跟其他姐姐闹着玩，但是对我就会比较安静一点，比较常就是看着我。你常偷看我。救命啊！这问题我要怎么答呀？我怎么答才合适？因为我就是拿你当小孩子吧，然后我不知道就是会，就是跟其他姐姐，因为我感觉他们都是跟我是那种同龄人，所以就是我可以跟他们玩得开一点啊，然后说一些玩笑话呀，或者是怎么样的。就是挖苦他们啊，就也可以。但是跟你的话，就是我怕，就是生怕就是说错了什么，或者是怎么样，然后让你就是回去不开心啊，或者就是就很天真的以为会不会玉言姐姐真的这么想我呀，什么之类的。不会，就是大概这个。因为我会觉得说，你是不是其实想跟我说话，只是你害羞，是不是你不敢跟我讲话？还是我哪里就是让你觉得说，他讲这个好像不太好，但其实不用了。